海外旅行是当时钱不够的关系，还是跟女朋友有点一些吵架了？是有这种状况？碰到有这种状况，就哦，他想你带他去欧洲，你怎么带他去泸州？对，对啊，还做节育，那人家去英国不要抖啊，去泸州的话啊，嘛，景阳呢？我之前交往其实也是偏姐姐的类型，那姐姐其实他们不会在意你的钱到底多少，然后我们出去都会是各付各的，对，所以其实然后他们反而会很支持你，你在这个路上的有梦想，他们会给你一些力量，所以我觉得。经济压力其实不是一个重点，大家有爱才是重要的。好，我们刚刚看了各位这个贴身的皮夹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男生对生活周遭的一些观察，我们来看一些女生的东西，让男生来猜是什么东西，看是熟男了解还是鲜肉了解女生的需要，好不好？来，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细心大考验，究竟大叔和小鲜肉哪一方对女生更了解呢？好，各位来，各位男生张大眼睛了哈，第一个都在这边。什么啊哥啊，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，这很红啊，哦，我已经知道什么东西了，一台1000多块啊。我们先问小鲜肉，因为小鲜肉现在脸看起来金先生金石鸡，你觉得这是做什么的？烤手吗？哦，不知道，文明哥你应该知道，那个做指甲的嘛，光疗机吧。乔治哥也知道，对啊，那光疗机，光疗机嘛。嘉豪，我也知道，我也知道，因为之前有陪之前女朋友去做过指甲。哎呦，你看小鲜肉会陪你做指甲，你小鲜肉没事做。对，大头哥，我们就会买一台回来放在家里给他用。不是，我说就是不是这样？那是疑问，那是疑问，好不好？这是个光疗机嘛，对不对？女生都知道，没有错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。知道吗？这太简单了吧，震动皮肤的了，它会打出某种东西让女生的皮肤震动代谢比较好。那个正确的名称叫超音波洗脸机吧？对，这个到底谁知道是什么？是洗脸机吗？它就是让我们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，所以它是让我们的肌肤变美的一种光，光疗，还有就是红光、蓝光、绿光，是碰到皮肤的，对对。治疗皮肤会打那个光谱出来，对，所以他讲的是对的。对，大叔讲，大叔真的比较了解。哎，我都不知道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这个，这有效？一个这很便宜啊，有效，对啊，有效。那个是在美容展买的。有效，真有效。不同的光有不同的作用，是没错。所以这回合熟男胜，是明显胜出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小鲜肉与大叔的体力 PK 战，究竟这回合哪一方能得胜呢？接下来刚这个是熟男获胜嘛，对不对？了解女生，因为熟男经验真的多。哈哈，接下来，就是熟男，我觉得永远量力而为哈，大叔体力的部分。那我们先请问一下各位鲜肉，就是你们身体有透过哪些特训吗？有，我之前有练过体操，体操还有杂技，哇，杂技有这个过斑马线用走的就好，用翻的干什么了？你现在可以看一下，我是抢游泳，有踢足球。那景阳呢？哦，我是打羽毛球的，对，哦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先请嘉豪来表演一段舞蹈，秀一下，好哟。故意的，因为我故意要下来要这样。对，因为你刚刚头离地太近了吧？哇，天哪！所以今天你还可以加码，有些展现是不是？好，还加码？你要怎么样？哇，我有两个椅子，然后倒立。你要两个椅子。Oh!
持人，你在节目中忍不住抱一个人，你还好吗？我们先问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姐姐代表，各位喜欢这种感觉？喜欢，太喜欢了，帅了！尤其他手一撑住的时候，太好了。不要讲，我们这边还蛮冷静的，二十几岁还好，他们内心很澎湃啊。优一，我没那么重体力啦，其实，然后这样在家里倒立，我觉得，好棒。我跟你讲，等他们过了这个年龄，就会怀念小鲜肉的时候。不是我胖了自己，可是我觉得像这种身材的这种东西，应该是要在就是给自己爱的人、喜欢的人看就好吧。哦，太 show off 了吗？我今天就只好把我的身材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真的。哇，你看修多久？哪边修耶？这是修图吗？没有，修炼他的身体。这个没有修图，这没有修图，而且是在厕所里随便拍的。多久前的照片？这个是我之前拍戏的时候。应该要检验一下吧？谁知道那多久以前？检验一下。徒弟平身 ，PK 一下 ，PK 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但是哪两位来？我们大叔代表今天要拍的是谁？乔治哥啊，就你啦，我啦，来跟刚刚的这个嘉豪，来哦。